对啊。好甜哦！今天你要吃鱼吗？味道怎么样，弟弟？好喝。好喝哈、哦。要不要先喝喝看？蓝色精灵饮料。我们要做一个精灵。哎，你喝，你喝，你喝，这样爸爸也没办法喝。哦、我的是这个。好。看。好看。你这样的话，我还可以喝。姐姐要搅拌，你的是什么？水果茶。哦，好。但是也是跟你一样，我超近。这样我不能喝，太小口，你喝就好了。爸爸喝的话，把自己拿过来喝就好了。你先搅拌吧。可以啊，那个水果可以吃啊，水果茶、水果都是可以吃的。弟弟又要喝一口了。这个水果。其实弟弟可以直接放嘴巴喝就好了，不要用汤匙没关系啊。因为太高了。好啦，还是用杯子，我有杯子，绿色的。对，这样子喝就好了，很快。好好喝，但有点辣辣的。